老铁们看一看，下面有请小辫子大师给老铁们来一个剪网教程。咱是左手朋友们，这个喜欢看户外的朋友们可以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咱马上开启直播模式，在咱家的小平板圈上。准备好了吗？人们往前走走，大前面那个豁口就行吗？行，看小辫子的网打剪的怎么样，入虎坡前面的和我离岸一米半到两米，成超多行不？如果有鱼给点个免费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苦难挖掘行不？行，你不咋破别。好，也打很可边了，还有位置。好，哎呦，行不这个片？这个网是13斤戒指。老铁们，咱看有没有鱼？如果有鱼，给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拉了弟弟，到底了吗？到底拉正我的到底快啊？到底快？能一个机子就行，兄弟。啊，弟弟，哟，有凳子，孩子，挂滑了他一下。哎呦，我是他有大劲儿，兄弟，知道？哎呦，回，哎呦，好家伙！车务家伙，第一炮上阵了，也是这买卖啊，也是个啥买卖？还啥买卖？老铁们点关注看直播上买卖了啊！都有还得有这买卖，都有还得有这买卖。的啥？啊，看到没有？结网的时候老是用手指的勾中间的坠子往后拉，右手的坠子不往后走，这样子结网剪不出来斜面，剪成平头网了。这样不好撒。来，站过来，把你这个坠子都啊分开，坠子分开的话，来看这边，剪的时候把那底杆挑在手背上，好了，现在夹住两块都。整虎口里面的网整个往后拉，眼睛看着坠子，手指拨着网线，是吧？拨来的网整个往后拉，不是你这样啊，这样子拉的吧？你这样子拉是不对的，这样子拉就剪成齐头，这样子剪整个往后拉，整个往后拉的，看到吧？这整个斜面往前走，再拨两下过来，整个往后拉，这样子剪的网剪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斜面，这样撒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撒开。来，这边拿起来，来，这样拿起来，捏起来就行。这个底缸放到虎口，拿下来以后，把这线子在手上摇一摇，平了以后是吧？这样斜面比较大。这样子撒网就轻轻一摆，往回啊，轻松就撒开了，这样子吧。好，看着吧。